怎么了？陈妍希礼服 NG 加大红唇，怎么了？和刘德华合照，开心到飞起。还有特别出演刘德华，欢迎各位。一年一度的金鸡奖于十二日登场，红毯依旧星光云集，女星们纷纷以超美战袍亮相。电影频道是吧？嗯，对。Hello， 电影频道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杨颖。今天好久没见到这么多朋友们了。就是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喜欢看电影的人，然后今年也是很多的原因不能经常走进电影院，但是依然喜欢中国电影。陈妍希则以一袭黑色高叉礼服配上大红唇，和苏有朋一起现身。殊不知可能因为礼服中间的交叉设计让他显胖，被网友批评登上微博热搜。不过也有网友帮忙平反，在后台的画面看起来没那么糟。陈妍希心情似乎没受到影响，本人开心po出照片，加码附上跟最爱偶像刘德华的合照。